各位观众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，也是欢迎咱今日搁伫台湾的心情，甲咱伫空中见面。咱今日要来回顾这几礼拜来咱台湾所拄到、所听到、所看到，你爱知的台湾事、台湾情。咱看到特政组甲马英九甲陈水扁。因两个所接受特政组的调查，做一届该结案，咱讲做牵结。你想，这两个完全无同款关系的案件，那内容无同款，那实质无同款，啊，伊冇法度甲你做这个政治的运作，意思讲。啊，这个政治案件，所以咱用政治的妥协。我甲阿扁嘛牵结啊，当然嘛甲马英九牵结啊，大家吼，拢公平对待啦吼啊，这吼，你看我嘛有查啦吼，哦，迄内底吼，偌济人拢去甲问过啊，几万条的即号做迄款啊。小的部分啊吼，拢去啊查过吼，十万笔以上呢，诶，资金的来源呢，啊，你个想看110人人次，迄当然不是110人啦，伊个是人次，哦，可能超40-50个，啊，都一人那么两届、三届，啊，都差不多倒开是安尼，哦，啊个函询相关部会57摆。哦，拢足深入来调查，啊，无咱请问，以前阿扁啊，特政组你甲查，敢有像安尼，唔免查马英九？这定性的案件，害台湾，害咱的人民，害着台湾的外交，台湾的食品，包括要卖出去，最少有几十个国家唔敢买咱的物件。迄了开始几落百亿呢？啊，你敢会使？讲这你免查，因为这内底牵涉到唔是伊资金7000几万的来往，迄可能是因公司的来往。诶，拜托诶，人叫恁查是查讲，因有越来越去，遐不法的政治现金嘛无。请问你有亲像向说你查变啊呢？甲阿扁啊，伊本人所有的小，包括伊的亲人、伊的囝儿、新妇、孙啊，包括阿扁啊的小妹啊、阿扁啊的小弟啊，迄边铺天盖地，连国外所有有关的这些银行，甚至查甲税收等，请问？马英九，这是已经伫个政治献金法以后发生的代志。你应该爱查，爱个比这搁较严。咱嘛免讲搁较严，所以同款就好嘛。啊，马英九伫以前台北市长选举的任内，有甲伊的少婆啊，结到招人的迄个桌啊内底，哎，桌啊内底就叫敲着。迄款笑坡，这是真正伊个内笑呢。咱做生意都知影，最少爱两本笑坡，一本是有税关处，一本是家己个内笑。同我这中间搁较厉害，还佫有第三本。但是不管如何，笑坡就是有真要紧爱侦查个内容。啊，请问啊，你会使怎啊？甲即款个代志，明明有这个事情，还佫写伫迄内底，啊，你也免去查。哦，啊，这算是有骗人真多啦吼！啊，简单讲，你若无爱花有罪，你都会使唔免认真去查。啊，嘛会使怎样讲？哎呦，没有积极的证据，讲无积极的证据，足以证明马英九来收政治现金。伊若无收遐侪政治现金，请问，伊所铺天盖地
选举的经费，遐广告啦，遐电视的啦，遐，我一开钱居然比蔡英文较少。啊，你想用卡塔布想，用多仔想，你嘛知影这是胡说八道。啊，既然是胡说八道，这就是爱挣扎的物件嘛。这清楚，请问你是爱做啥？这清楚，你查阿扁的时阵，你就会站一排，讲我若无甲查倒出来，我要辞职。啊，你嘛甲伊共款啊，即款的态度啊。啊，卖讲这态度，你有做无做？但是至少迄个内容，爱亲像查阿扁啊共款，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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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毋知讲查到即马阿扁啊无一条，互你有法度入罪。啊！你因为啊，变啊，无得就是包括徐家清，即个去美国大嘴巴咧乱讲话、连笑话这种诶。啊，这款连笑话，当然你查是查无物件，但是你嘛都哇呢，哈、啊，铺天盖地，你搁个查一个这种，或者传闻证据、法律上的证据吼，都是偷出处、侦查、调查、扣留的，或者是哦，讲出来遐笔录等等，搁后壁搁。该靠经的啦，串通的啦，吼，假认证的啦，迄拢有啦，迄款好多传闻证据。啊，你太连一个本来爱应该有的证据无去查，啊，哥有法度替伊来解释，讲啊，这吼无积极的证据会使表示伊有犯罪，吼、哦，拜托嘞。全世界人嘛知，伊是安怎吃到这个白手套、黑手套，底下咧提钱，啊底下咧做伊个铺天盖地的竞选的费用，迄是最加都那蔡英文吼，都较属于一支卡毛，哎呀，但是蔡英文因一身五人，包括小猪，一只。饲猪、饲迄猪啊，内底摕出来的当钱啊，偌济，逐条都要写收据，政治现金的收据给人。啊，恁来一来一去的，查无证据就结案，那安尼先，咱特勤组留咧要创啥？特勤组敢留咧，就是要去叫前的迄个叶芳如检察官走去日本，甲辜仲亮。因这人讲诶，讲啊，你等来假阿扁啊！吼、哦，迄龙潭案吼、哦，迄阿扁吼、哦、有实质诶影响力。靠，总统诶权力就是外交甲国防。啊，这个内政部爱管诶代志，迄是属于行政诶，行政院诶，迄是行政院长这边诶代志。啊，你啥物？哪要甲办好事，你就会使讲有实质影响力。欸、我嘛有实际影响力呢，大家拢有实际影响力。啊，你若要牵拖，大行都会使牵拖。法律你办代志，都要办啥？办迄个真正明文有诶条例，啊，甲有迄证据诶，未使乌白乱画。啊，即款叫做乱创作诶。啊，伊既然敢去甲辜仲亮，讲你怎个甲加了吼，你就会使唔免，互你限制出入境。哦，无你要去日本看囡啊，啊你要搁等来向孙老爸也未死嘛吼。顾连松向孙啊，身体啊搁会堪哩，知影讲袂记啦吼。所以伊嘛会紧张，这中间甲特勤组妥协，妥协了结果啥款？结果就是好等来咬扁啊。哦啊，咬来到底啊，才用迄个咬扁啊判。可惜，这款的硬咬嘛无效。尾嘛是拢总判无罪吼，啊，其他的法庭叫辜仲亮去的，有两个法庭，那辜仲亮去啊，两个拢公开讲，讲迄条特勤组的叶芳如检察官叫我咬扁啊，啊，这款的白纸黑字啊，大家拢看会到的，这款龙眼大，警察哦，伫警察的迄款律师提出来的内容，啊，叫咱。台湾人去也告，伊既然嘛，甲你侦结啦，侦结理由是啥？都甲这同款啦。查无积极证据，
足以影响安怎安怎。伊嘛甲你讲，哎，啊，这都别个案件，甲恁舅阿哩讲这个吼，讲无相干呐。迄毋是50步、50步甲100步的差别，啊，50步你笑100步安尼尔尔，啊是100步笑50步，哦，久笑比无尾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清楚，就是为着要服务中国党来做的，所以吼、哦，听到这来啊，咱实在听袂落啊，在伊那啰讲，咱就知影讲配合着。朱朱姐，这朱朱姐最近的选举，想要登记做国民党的候选人，居然一秒钟都该备查，因为伊的民调吼，都是空中做的好朋友吼，见那个问讲伊的民调，啊，都拢支持朱朱姐啦，所以真侪人尾下伫脸书你嘛能看到吼，迄文章讲，阮民调绝对支持朱朱姐。选举，阮都无要支持朱朱姐，都要支持蔡英文。哦，这予咱大家说，真趣味啦，笑甲吼。但是这一回事啦。啊，你甲朱朱姐吼，这款极端分子，哦，因老爸有可能是伫个白色恐怖内底是做教爸啊。所谓的主秀就是去打厂长吼，啊，咱讲叫做董事长甲总经理，和董事长甲总经理断掉。啊，伊也袂大雕，当然是伊功劳大嘛，伊叫做主秀嘛吼。主秀意思就是做教别啊，甲代志讲讲出来呢。所以伊头尾才关三年通啊。哦，但是前头尾啊，真久的中间，伊无都找着头路，因为大家拢知伊教别啊，咱哪会要用伊？唔敢用伊啦，当伊佫转去尾啊，家己本来迄个机构吼，啊，去做甲真久了，听讲嘛做30-40年。哎，老母啊，迄中间嘛做女工啦吼，啊真可怜，安尼来饲因大汉。啊，这个部分私人的部分咱学咯，但是以前伊安那去做教爸啊，安那去害着伊的董事长甲总经理去用断掉，这我相信后来会过去用起底啦吼。里面惊讲人唔知啦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吼。即马讲开就是讲朱淑姐，啊你敢有法度躲过今年的啊7月19？7月19，恁中国党开即个大会吼，甲迄个时阵，你想偌侪变化？拄啊一个月吼，即一个月吼，你再看卖看啥好做叫体制来行？你甲王金平讲啥？你想要做立法院的院长啊？会使啊？你就家去开啊，去选啊。不唔过你无机会啊呢？已经互你演一届啊，即届。怕死都无予你机会啊！即款话，伊那会讲到遮自在，因为去见马英九啊嘛吼。马英九甲伊见了以后，啊，伊就知影讲哦，原来你做一个小马英九啊，就是做即款的任务啊吼。传达我不便来讲的啊，经过朱朱姐来讲的哦，王金平啊，你若要你就该去选选区域的吼，选选的若有，你再过来选立法院长，迄是过来选呢。唔是遐简单咯，像从国民党是少数，国民党少数的中间，民进党甲党外投起绝对过半数啦。那即款的吼叫嚣来选举吼，朱朱姐，你实在是个国民党即届吼，感谢你来个破坏，感谢你来个创好线去，因为中国国民党无线嘛袂使啊。后来那有一个本土的台湾国民党哦，本土的国民党。不管是王金平也好啦，什么人拢无要紧，都只要卖是马英九，你所用的这阵要别啊，这阵人，哦，因为迄同质性遐悬嘛，用的拢即款负面手法，要甲蔡英文老爸啊，抹灰变作汉奸，哦，变作日本人，嗯，啊，真正汉奸甲日本人是啥？就是蒋介石啊，蒋介石啊，过去唔敢甲日本讨迄款。无条件导航，你会使讨偌济好康？伊哪会敢？伊就所谓家己创一个以德报怨，迄个无多啊，都坐着屎啊，解袂出来，你知影？唔敢起来啊，只好都哦，讲一下较好听是安尼。啊，伊向阵去日本士官学校，他无毕业，看马伫马条咧，甲马啊刷屁股的哦，咱讲做
个买条的一个士官啦吼。哎、欸，啊你，像说你嘛改一本名啦吼。啊，真正的日本的走狗汉奸，也是别讲出卖恁中国的，啊都蒋介石第一名嘛。哦，你免去讲兴业，讲什么李登辉是日本人的囝，日本人囝嘛是，那像因老爸像说出世就日本人啊。李金龙本来日本人，做日本的警察，金孙啊呢？大家在无阿弟爱看金孙呐，啊，这款呢，你做袂到的，因为你的程度都阿无法度甲金孙嘛，你是士官学校肄业尔呢，哦，啊好啦，啊这个另外一回事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讲我乌巴甲这款情形，海霸王都不是一道的企业，啊无伫迄内底经营，啊人安尼话讲到遐讲。房地产是阮家的，无唔对，后壁你有人剁掉，你唔得互人讲来讲啊！但是，阮租人诶，阮是厝主尔吼，租人诶，啊租人诶是，迄别人诶产业，阮哪有法度甲你搭接的？后壁迄一大长诶话，拢无互人完全来讲出来，啊，然后用这個来去要做做意思，或者，即卖是中国咧投资诶海霸王企业诶，迄姓曾诶迄边诶诶。迄、那个好嘢吼，讲迄就是哦，投共啦吼，甲共产的安怎安怎啊？我、哦、这算是咱听袂落的物件，伊嘛敢讲？哦，连小伟有者听多啦，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管道，抹黑有抹黑的技术，来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啊！这款人已经是离谱咖呢，伊嘛敢呢来讲，爱来做，爱来抹黑。哦，朱主席，恁的团队，当然我相信不是你家己来做的。但是你的周围遐组织，你就爱盖寡承受，拢爱负责呢。啊，你哪能够放任因遐乱创作？啊，个检察官，哦，包括国安单位，你若无爱查遮个乱放消息的，你无爱去查，按表示你就甲因共挂嘛。凡是是你受益的，凡是是你设计啊。以前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所死的人，都一个唔是互恁创甲变作匪谍，匪谍就是甲台独有关系，台独就是共匪。啊，台独甲匪谍是同款，啊靠！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个共匪会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，或者台独。啊，共产就是台独，啊靠！安尼咱都有影重视啊咯，啊，咱今仔日伫台湾想要互台湾建国、台湾独立的，啊，你即就是共产党。你共产党哪会同意你台独？哪会同意你建国？无啦，啊，这是因的代志，伊嘛无权利啦吼。不过。我讲的是这矛盾，这荒谬。嘿，代志伊嘛天不做落呢？你看政治服务政治是偌可怕。所以，即个你看到电信的这个案件，包括马英九的政治现金，嘿是安尼越来越去，已经有哈侪人出来作证。哦，哈侪人知影讲啊，我听嘛呢，你听嘛呢？虽然钱额检出有两万到十万，讲无同款。欸、但是这就是事实的，啊，这就是私下违法的政治现金，这就是私阿扁啊舔舔，啊，摕阿扁来做垫背。徐家清，你讲你是金字塔内底，迄去用牺牲安尼上底的，去用底落去的，迄人是你大嘴巴，乌白去骂你的总统，人会利用这机会去卖叫较简单的安尼牵结。哇塞哦，这徐家清你安尼，家己的人无照顾，佮而且迄是拢装，伫迄个年代是合法的呢。啊，变摕政治现金是应该呢，摕起支持伊的民进党，以及毋是民进党的郑新洲议员，你要买好伊呢？虽然好伊上少无济，但是人就是甲黄信介同款，用伊家己。厝的财产，哦，我都来帮助民主运动。啊，这当然都要先讲无咯。啊，人要摕给伊，啊，无伊也毋是伊去解讨的。人就是看党力，知影讲恁有这個能力，倘好用这钱来办代志。哎、欸，你讲有钱，咁歹事哟，无拄拄呢。你无钱，万事不灵呢。有钱嘛，无多万事都灵，当然这是咱嘛知啦吼。但是至少你要办代志，要做什么款呢？吼、哦，要讲资源，要啊，家里的议员啊，
县市长啦、啊，哦，甚至立法委员的选举，要共乌烟，提一寡钱给人，你嘛得有一寡钱，迄钱要对倒来。啊，既然伊家己的当阳专案，一半拢交等于国库呢，唔是像马英九安尼买因早间的零配啊、三角裤安尼，嘛天后雷乌白开特资会，这不计叫何宽仁讲，马英九你是一个无挂手套的贼。迄戆甲袂要紧诶，你要偷摕物件，无你嘛挂一下手套，你反走过必留下痕迹。啊，即款呢，妈诶，你实在是有够可怜啦！啊，咱听侬讲啦，朱朱姐，你伫中南部你拢无票呢？你是即摆伫中国党内底遐黄复兴党部遐死硬派，有法度互你？在民调中间，甲你分风分好大，分到我都41%比38%赢蔡英文，啊，这都我甲你灌票的，啊，你也知啦吼，但是你都不爱讲好破，啊，后来无同款的民意调查，未来事件交易所一声都破功去啊，你差人点点呢，啊，差人点点过，你看王定武安怎讲，讲那即卖选举。都一人做出来帆布看板，加甲朱朱姐盖坑做伙，迄地伊来买，意思就讲你若甲朱朱姐干坑做伙吼，迄就甲以前要甲马英九诶翕相坑做伙，无人买啦，干那镜头啊买尔买都盖坑做伙都拢选袂到咧吼，所以伊就是这款票房的毒药，啊，干变那母鸡带小鸡，完全无机会。这就是有够悲哀，你看到这款的悲哀吼，你就知影讲，不是人缘好歹哦，这是人知影讲你根本都无政治影响力，你干那伫个门关起来拍手枪，家己话爽，安尼娘娘啦，你搁会创啥？哦，迄些可怜啊，真正可怜。所以明年将来咱要选举，当然咱是真有利啦吼。有利是有利啦，袂使大意啦，因为这抹黑部队安尼个硬抹黑硬创空的吼，甚至伊嘛敢甲你无代无志起诉，甚至掠人啦，我咧讲这拢有可能啦，中国垃圾部的吼，所以即马人民意识悬，连咱的学生囡仔嘛意识悬，你看卖啊，对高中的反课纲微调，迄明明是巨调，60%做微调，吼、哦，有够含，但是无要紧，即马囡仔嘛，互你骗袂记啊，你为着。竟然讲18岁有投票权，都安尼用法条来个拔，啊，来个拔好伊，这个袂过。啊，你安尼做，请问啦，阁互恁的选票阁失去，失甲拢总爬袂起，安尼敢好？你真正爱泡沫化，真正爱做行动化，人台联的票啊比恁较侪呢，台联推杀出来，而且不分区的至少还有3个头去。变做一个党团，伫立法院内底发案件呢？啊，恁行动就是哇，过去嘛足清着，着小康，家己做行动的创始的、创始的迄款董书记，结果为着贪心啊，台北市长选举的是票30块，无爱互因行动，当然叫行动开除啊，开除伊的行动者，一个创党的董书记。叫家己创立的行动的，安尼个开除表示啥？表示行动这个人虽然是 radical 极端的，但是至少嘛一个一定的仁义道德，道义有道嘛。你丢啊小空，你无刀，你安尼做这款代志，你想人哪放你的耍？所以即嘛是恁狗咬狗一嘴毛哦。这款极统的那造出来是恁家己台湾国民党的人。都互你拖累着，互你害着，即倒单啦！过七个月，拄拄啊七个月，咱来目睭紧紧看，看因要安怎行，咱会使大数据讲啊，伫咱游行啦吼，那我都活过明年正月16以后的人吼，咱拢游行会使看到中国党安怎去帮盘。因为帮盘本来你嘛想讲敢会，但是即摆那照看吼，那这种的叫嚣，连国中生都出要甲拼。国中生哦，国中生啥物出拼？因为
伊嘛无爱即款假历史，啥物历史做做些啊？历史在照宪法，宪法是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代中华人民国流亡政府即中国国民党诶，即个以前诶中华民国啦吼，即嘛做流亡政府，因向阵诶宪法是1936年或者1925宪章，伫迄个时阵无台湾呢。啊！你若要照这款的真正宪法，啊，迄宪法就是无台湾。你敢若有萨彦林真母暗杀，都是蒙古、新疆拢因的啦。啊，西藏嘛因的，啊，你又变做秋海棠阁造出来啊。人即摆中国老早就知影，蒙古国都已经独立，1949年都已经在联合国内底做会员国，人嘛无安尼。垃圾话讲，把它提来去做伊个版图。啊，你若要用，就是迄种1936年的1925宪章的中华人民国，迄款宪法的是啊，安尼先，咱就知影讲，这個人已经笑倒去啊，已经头壳内底无脑，你知影？敢若经一个壳啊，啊做即款极端的通牌，啊痛痛人无能力，会去用痛尔啦。咱讲实是安尼。所以用迄历史的课纲在依照宪法，迄你就该死啊咯。所以唔安尼，包括朱主席，你讲啥物？访问美国是非必要的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讲到遮来，伊嘛知，伊无可能去访问美国，就算是有美国，那还用一个，这个卡都算袂到的，一个混到主义嘛。哦，分到所有意思就是极端的暴力分子嘛，过去就是迄款拍囡仔，什么伊无拍，唔管伊伤，靠啊明明都去用拍打落去迄款的，啊嘛伫个立法院的控枪内底，甲遐民进党的女的立法委员用手工刷唔管啦吼，啊冷工钉落吼，哎无所不至啦，哦啊讲话安尼赤白白啊无理性。迄话紧，伊要安怎表现拢是因兜代志，伊用贴着红星党部即款铁票吼，迄嘛因兜代志。但是台湾国民党，恁敢真正阁放任伊安尼？哦，所以张树看是安尼啦。过一个月大概伊会去让人用毋知虾米款的方法，伫中国党伊内底大会内底个牵结掉了，迄嘛说牵结啦吼。哦，啊无紧啦，即历史都是安尼行，都安尼做吼。那么希望咱的后代有法度伫遮开始觉醒，哦，恁对国中就开始，恁高中就开始敢行街头。希望7月初5迄天开始，恁都法度为台湾写出真水的新的历史，亲像3·18大长化啊，无啦，袂使讲大长化是古阿个，好，古阿个即个去用安尼大修理吼，用法庭来甲认证。伊在是有影憨甲袂了上个秃头，哦，迄款诶秃头惊人看，惊人知，啊，偏偏人普通诶网友嘛讲即款话，啊，你去讲乌白告告这个人，人法官嘛足清楚，这是可以公平诶，因为你政治人物诶，政治人物你做甲即款念头诶代志，比马英九搁较慢不落，迄憨甲袂了上或是慢不落啦吼。啊，那是头前 cocky pricky sneaky cheeky， 这又屌又傲又阴又没有 LP， 过几只 bubble 这五个吼，就是恁的代表。哎呦，朱主席，你真正要学伊啊？歹势吼，那安尼恁就看卖，看这点学生会甲恁变掉的。你18岁我分投票我紧，虽然这个好过嘛，4年后你要白，迄个做掉咧，伫欢迎来这无爱好过。啊，这拢总将来恁要付出代价啦，讲较白啦，就是恁所做的今仔日所用的这款垃圾布，看在囡仔眼内啦，迄毋是像古早吼28的时阵，甲白色恐怖迄代志袂使讲呢，毋是像即爿，我都是台面上底啊，你辩论，即名嘴在啊，你改电在啊，你讲的时阵，啊，越辩越明嘛，真理就是愈辩愈明，所以。到今仔日敌我不分的中国党啊，拄到这款呢极端的靠拢中国的自助者啊，你看到香港人的民主有时啊吼，叫中国吞去的，回归了人啊，愈
丁丁金如金神，人不爱过对中国来上特首，人因家己嘛要选，所以有真侪福音，中国个只怪路子想袂到的代志，这就是咱嘛在学佛，因去想袂到，好好啊，甲台湾的前途放在咱台湾即阵子孙的手头，千万唔好放伫中国啊因的手头。哦，所以蔡英文，伊伫顶礼拜六有来到台中新天地，伫台湾人权文化协会，哦，做伊对金门倒来迄场演讲，嘛有真侪人甲挑战，甚至有迄款咱台南的即个铁路东移的即款代志吼，迄阵人也报条啊，啊来甲伊刺激，人伊嘛。娓娓道来，啊，这就交予雷政部嘛，吼，即马已经交遐雷政部。既然甲咱判讲，伊嘛是爱当伊啦，因为当伊的时阵吼，这较袂有虾米款的排除，哦，伫反兵的中间，咱在搁努力，当伊嘛在努力，啊，咱寄望伊是一个理性，的一个候选人啦，吼，卖做甲迄款极端分子，互人看袂起，啊嘛，互人感觉讲啊，这中国党爱亡啊，这礼拜日。台中公园的监牢，咱要邀请对美国回来陈长尧博士来跟咱演讲。那有朋友来到台中，礼拜日下昼二时半两点二十八分，咱游玩拢伫遐，有民主论坛，欢迎大家来。今日台湾的心情跟咱分享到这，跟大家讲再会。